我们终于赢得了第一个分贝舞台。分贝家族的第一个舞台，有人轻松自如。其实今天晚上这个舞台上，我就觉得很轻松，就比以往的都轻松，没有那种紧张感。也有人紧张难耐。其实我跟浪浪有点不一样，我反而有点紧张。包括刚刚唱的时候，我把手机敲声到最后在看词，因为我太久没有这样在大家面前唱歌了。我觉得这个舞台恰恰是容错率最高的舞台，因为它甚至听的不是我们的完美的声音，而是展现的真实的情感。但不论怎样，还有星月可以寄往，还有宇宙浪漫不止。是我太不懂，并没有一种不懂。冬夜温暖的声音，谁能不爱？仍是少年。